好，exercise EC 这边它要我们写它 domain 跟它的 range。So domain 是前面全部，写 A、B、C。range 是有被借到了，一二四。然后这一种 graph 的，我们也是要把它画成这样的一种形状，它就比较容易看到。我就有简易零一二三四，简易零一二三四。然后它这一边它被接到了有一二三，一二三，所以我的 domain 呢是简易零一二三四，range 是一二三，OK。然后它的这一个是简易街区二，然后零街区二，一街区三，二街区一，然后三街区二，四街区三这样的东西。好，然后。接着，哦，这一个的情况之下，它这一个是那个 continuous 的，所以它的 x 的部分呢是减9到0，这一个是 x 的部分，所有的 x 呢是在减9到0之间，gx 啊，你看这个是 gx，gx 呢最高是5。最低是减一，所以它是在减一跟五之间，所以 domain 是减九到零之间，range 是减一到五之间。然后 B 我们有一个 function，它是 order pair，然后我们要找它的 domain 跟 range 的时候，遇到这种题目的时候呢，我们都是这样，OK，减二减一零一二，减二减一零一二。然后我们有一三五七九，一三五七九，它就减二配九，减一配七，减零配五，一配三，二配一，这样。所以它的 domain 是什么？减二减一零一二，它 range 是什么？一三五七九啊，这样。好。